Welcome to Susie's Podcast. Topics, news, and everything interesting.来澳洲的过程。因为你们那个时候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移民，是很小的时候来，你要我从头讲吗？就是你们怎么会后来？99年来的。你为什么1999年才来呀？99年的时候，因为我跟我的 partner 对。他来念 master， 就现在这个嘛，对不对？对，就现在这个，没有换过，一直都是这个。对，unfortunately， 完蛋，所以就现在这个老公的意思了。然后他来念，然后你跟他来，我们就一起来。所以他等于是学生签证来的嘛？我们都是学生签证，我就来学英文这样子。哦，所以你们是学生签，难怪，因为那时候是没有移民的，我们是 early 90s 或者 80 的时候才有。对，然后呢，念了一年，他的 master 毕业了。然后我们就刚好那个那时候有开放那个、技术移民，对 skill migrant， 然后他的技术刚好是很高分，我们就移了。但是你们还没跟他结婚，还是你有那时候还没结婚？那为什么你可以移？还是 de facto？ 因为我们就走私先去登记结婚了。哦，是这样啊，所以你就可以了嘛？对，就一起移了。但你念的时候，你的就没有算分数，都是算他的分，都是他，因为他是主要申请人。哦，我是配偶嘛？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跟着来。所以我当时候我如果有五个孩子，我们都一起来。可是当时候现在没有这样嘞、欸，那个时候才有这样啊、嗯，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就两个人，就是 couple， 然后就所以就是拿技术移民就拿他的来这样。对对对、嗯，他是主要申请，然后我们然后就马上就申请到了，我们申请三个月就拿到了。他是做什么？他是 IT 的。那个时候 IT 在，现在 IT 没有的，加分。那时候 IT 的分数就已经就是很高分。你知道前一阵子几年前是厨师跟发型师，每一年都不一样。对对对对 对, 對，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有一阵子 IT 的分数就下来，因为人太多，对太多了。但是我们当时候应该是第一批的 IT， 一开始开放的时候，所以我们很快三个月就拿到，三个月下也太夸张，就拿到 PR 了。真的假？好夸张！住两年就变公民了。但你那时候有他那时候有找到工作还是没有？对，我们就是。对，一定要拿到 PR 才可以有办法工作，因为这边的工作都 require 你要有身份嘛。哦、oh. ，对，所以一开始用海外身份是很难找工作，所以你要先来住那三个月，两年吗？还是三个月？五年内住满两年，那意思就是说，那两年你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你必须就是纯粹花钱而已，就住在这。对，那个时候， 对，所以你就是要准备说，我要住在这没有工作的时候的对，但是就是因为毕业也一直想办法找工作，对，但是因为亚洲人的身份在，就是说一开始没有拿到 PR 的时候是很难找，找了几个月，我们大概三个月就快放才几个月还好吧。可是那时候就是没一直觉得，如果撑到半年都没工作就要回台。那时候住哪里？有认识的人还是？我们当时一开始住在布里斯本，但是你就是要租一个地方，等于就是先花钱就对了。对 对, 對，一定要就像学生来念书一样，都在花钱啊。對, 對, 對, 哦、对，因为我们当时本来就是海外学生嘛。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反正就这样念完书，然后就申请移民，然后1999很久，你们在一起20年了。我们在一起30几年。哇，不是在一起30几年，更正，我们是认识30几年了。哇，很久嘞、欸。可是我们很早就，因为我必须说 Vicky 没有很老哎、欸，可是这样听起来很老。我今年25岁，25岁，结婚20年了。哇，所以那么久了，哇，是厉害哎、欸。因为我们是国中同学哦，所以我们是10几岁就认识了，所以后来就拿到身份以后你就没有再回去，就是先台湾工作先辞掉。没有没有，台湾没有工作，因为他本来就在这边大学。毕业当兵就出来念书、哦、就一直在这了，就一直都对，第一个工作经验就在澳洲了，所以我们是在澳洲开始的、哦、所以你自己觉得还蛮 smooth 嘛，蛮简单吗？我们应该算是蛮 lucky 的，就是说虽然找工作一开始不容易，可是一旦你有一个正式的工作经验之后，几年就慢慢，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好扛，现在澳洲非常非常严格，现在这些都现在很难，没有可能，这些是绝对没可能，就是拿很难移，就算移也是很辛苦的过程，没有像我们以前那样，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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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后后来就是工作以后你就 settle 你就结婚了嘛，你自己就登记对啦，就没差。对对对，就是后来就结婚，然后就回来，就是怎么讲，我们本来住在 Brisbane， 后来是因为我先生的工作就是变动，我们就搬来 Sydney 这样。所以 Brisbane 大概住了多久？5年。哦，很久欸。哎，你喜欢 Brisbane 吗？没有，来 Sydney 之前很喜欢。人家说那是很好退休是很长地、欸、是因为比较便宜一点，对，房子当然比较便宜一点、嗯、因为它是第三大城市、嗯、然后可是就是怎么讲天气也温暖，就很像台湾的高雄哦，整年几乎穿不到什么厚外套什么。对对对，没有来过悉尼的时候觉得、嗯、那里很好，也很喜欢，然后可是真的比较适合年纪大一点，当时候我们还年轻、嗯、所以太无聊了，想要来雪梨闯一闯。现在会好一点，你现在说2000年的时候那应该蛮无聊，现在好一点，好，现在有比较好了，现在有好一点，后来就没回去了对不对？没有回去了。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是租房子，然后后来搬来这边。对，没有，我们在布里斯本有自己买房子盖房子。哦，是哦，对，哦，所以也算是感觉好像是要 settle，可是刚好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又搬了。所以搬来的时候是2000几，2004，2004的时候应该是啊，那时候有小孩吗？还没，还没。哦，那时候没有，所以你就是从这边开始 settle， 从雪梨，对，雪梨，他就换另外一个工作，然后来雪梨。那你觉得来雪梨辛苦吗？我们那时候只有两个人，所以很简单。辛苦是一定会，我先生比较辛苦是因为我们亚洲人在职场，因为早期你工作其实尤其在 Brisbane 的时候更辛苦，因为那边亚洲人工作的很少。真的吗？都是，我以为那边亚洲很多。欸，那边亚洲人都多，但是都是有一点年纪投资移民有钱去。对对对 对， 那我们是需要工作，所以就是非常认识非常少的亚洲人在那里有工作。但是来到悉尼以后发现大家都在工作，对，没错，就觉得说哦，这里比较适合我们的 culture 不太一样，就我们比较容易 fit in， 就觉得这里的那个环境就觉得说哦，大家不论是亚洲人、白人，投资什么都，大家都是工作，这边都是在工作，对对，跟布里斯本那边养老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就是说，那边就是你有钱去住在那边，那孩子去读书，你不用一定要找工作，对对对 ，OK。可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讲，悉尼确实就比较觉得说。嗯，这是我们应该来的地方。因为我发现你们刚好是中心，你知道澳洲有三种，我的来台湾人这边有一种像我们这种来很久，来30年这种从念书开始来，那种又不大一样，对，那种又不大一样。然后第二种就像你们这种技术移民，大概 early 2000的时候这种技术，就是我们自己是第一代移民，对对对对对，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对对对，但是已经算是。还好后来就是因为都不开放了以后又有另外一种族群，就是来这边打工的，然后后来就想打工度假，很辛苦的那种，然后赚很少钱，然后要尽量留下来，要不然就是来结婚来这里的，对对对，那就是另外一种，那是现在最新的那种，那一种我觉得是最辛苦的，蛮辛苦的，那种，所以你们，我觉得你们还好，我们就是算蛮，我们就是年轻，然后就是毕业，就是学生，然后留下来，然后两个就一起这边就是互相扶持的。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是最好的地？这整个 journey 大概也有十几二十年了哈。嗯，你觉得最好的和最不好的是什么？最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一直很感恩，就是我觉得虽然来这边生活很辛苦，可是我觉得比在怎么讲，就是应该算是快乐。就是我觉得住这里的环境，西方国家的文化，但不是说他们什么都好，就是我感觉人生就是说会觉得没有像在台湾那种传统的眼光啊。因为你在台湾的时候，可是你在台湾你也没工作，因为你是大学生，啊，我在台湾有工作啊，真的吗？我以为在念书。欸，我毕业就去工作，等我先当兵嘛，他当完兵我们才能一起出来嘛。哦，所以你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大概时间多也不长嘛，因为蛮年轻啊，两三年，对，两三年就等他当兵。那你觉得勒，就是来这边就是因为譬如说语言也不够好，你就要 lower 很多的那种现在还好了啦，是刚开始的时候现在还好一点，可是就我觉得自信度啦，我觉得在台湾你会觉得那是我的地方，然后很多是你有人脉，你有什么做事情就觉得说好像比较得心应手，然后你自信度比较高，可是来这里一下子变成好像不是我的地方，不是我的语言，很多时候你就要，可是你也不是很算欸，因为你在台湾的时候还年轻欸，对，还也不是很算说在那边很久才来，也没有欸，你也算是，你看大学念完工作一下你就来，可是你从小在那边长大，你所有的观念，你所有的很多做事的方法都是台湾的方式，台湾的 thinking。 那时候你在台湾的时候是做什么？ 那几年就刚毕业的工作，我在那个像是才艺中心教小孩。哦，是哦，对对 对，是的时候。那你觉得还愉快吗？ OK 啦，因为年轻你就觉得好像反正什么事都可以做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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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也不是特别有压力，家里也不是 require 你要给他多少钱。哦，所以你在才艺是教那种什么，也是跟音乐有关还是什么？没有，我那时候是教小孩子电脑。哦，真的哦，因为你要讲人家 Vicky 以前来得那种什么，你在大专院校那什么东西啊？哦哦哦，快讲那个，那我要帮你婆姐，没有大专院校的 singing competition， 对对，没有，那是从高中从传专科，然后就是在学校，反正有什么歌唱比赛什么，都一定会去。对，他刚给我看一张他小时候4岁在庙口唱歌照片，穿那种高档裤呢。我觉得这样，那我们应该唱首歌，要来唱歌。他就说什么他什么酷酷骚，什么声音不好，什么屁一大堆的，不管啦，你就唱就对了。而且我告诉你哦，我刚刚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有 copyright 的问题，我们不能够放 backing track，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 time life。那现在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的音乐只有辛晓琪啦、万芳这一类的，因为就是90年代的音乐就这样，也有林隆璇呐，但是他今天说还是你要唱林隆璇，不用不用，那我们唱领悟好不好？唱女生的好了，你要唱领悟吗？唱领悟好了，好，你就唱这样子，
没有关系，来澳洲把我剪掉。来澳洲二十年的领悟，干嘛这样？这首歌很可怜呢、欸。走，等一下哈，这个麦克风要放好。所以你刚问我好不好？这首歌还蛮能代表。真的吗？你觉得可以吗？好。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爱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真真心自己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很少来时路的。赞，我们从来没有 rehearse 过、哦，我们这是第一次哦，我还是有一点烧香，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要非常原味的带给人家，你懂吗？而且人家会通常，我跟你讲，80%的人可能都没听过，那年轻人没听过，是是是，但是听过的人就会觉得哦，超赞！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听过，记得 message 跟我说，我听过领悟，我想知道我们的 percentage of the listeners 是多老。这一首歌有一句话就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你觉得有吗？我觉得移民路确实是孤独的。因为我是不会觉得你们是跟父母亲一起来，对对对，所以你们就是从小就父母，然后小时候来很容易就融入。可是我们的年纪已经快30岁才来，对对对，我们没有认识很，当时候没有认识很多台湾人，就是靠自己摸索。所以，譬如说，你买房子、盖房子，很多事情都被骗钱。那干嘛盖房子啊？没事干嘛做那么难的事情？那时候就傻傻的，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哎、欸。就是用台湾人的观念，觉得说啊，我有一个地方我要住一辈子，不晓得说，所以你要给你踢足啊，那样，不是给你，就是看真卡郎，看到一个地方很漂亮，然后刚好它是 house and land package， 所以我们就是买那个 house and land， 对，我们就买来盖，对，我们就买来盖，想说那也好，因为你真的要在好的，譬如说 city 里面买一个好房子又很贵，那我们就在远一点的地方，感觉又环境很好，然后对对对，然后又反正就搞很多事，就对。那你说怎样的不好的经验，就是会被人家骗，是被外国人骗钱吗？不一定哦，不一定，有时候是台湾人自己，就是老桥坑新桥。对，我常听人家说，就是说那个都是人生的经验，就是说现在已经过很久，现在会就看到这句话就回想，对，以前走过很多冤枉路，然后也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 overall 这十几年、20年下来，就觉得其实还是感恩的，因为你就会一步一步，然后去就怎么讲，慢慢的享受这边的环境、这里的生活。可是确实是孤独，内心是很孤独。然后慢慢才开始认识其他的人，还是怎样？对对对对 对, 对。那怎么样？我问你怎么样？因为我们是在那边小时候长大，我们的朋友是从小就在，所以是一直都很多。是，如果后来来的人，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认识新的人？要参加什么东西吗？我们早期是留学生的时候，然后比如说住在布里斯本那边，就很多年纪比我们大一些十来岁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有家庭，就是他们有孩子，然后我们就会就是很照顾我们这种年轻人。然后渐渐来雪梨以后，我们自己年纪也渐渐大，然后现在是因为有孩子了，所以因着孩子认识很多一样的，哦对对对，一样的那个，对，所以慢慢就渐渐认识好多。还有买东西也是，你有没有发现在雪梨，對對對，就是微商霸包啦、本丸啦、馒头啦，大家都认识。而且以前没有来过雪梨住，在布里斯本，你就是有一间韩国餐厅、日本餐厅，就觉得哇好好吃哦、喔，就觉得很特别。现在根本不屑，如果不好吃的话被我骂死。不是，来雪梨以后就发现哦，什么东西叫做好吃？这里的东西其实布里斯本好吃很多哎、欸，拜托。是因为布里斯本有一个台湾人聚集，对对对，叫什么 Sunny Bank 还是什么？对对 对, 对。但是我们也怎么讲？你去吃那霸王，你就跟台湾比就不是霸王、就是说勉强可以来。没有，人家 Vicky 自己很会煮，没有煮好吃，嫌别人。我是有小孩之后没办法，就学一下，什么都会煮。可是以前在那里就觉得已经很满足，可是来雪梨就变成好像开眼界了。哦，真的哦，因为亚洲的族群更多，不只是台湾人，你什么国家人都有，然后东西都是 very
authentic 这样。对对对对，真的，我们雪梨是这样。哦、哇，雪梨就是其实很喜欢这边。哦，你喜欢这边吗？跟 Brisbane 比起来，对、就是，我们那群一群朋友才说以后老要去 Brisbane 退休了。是的、啊，我也曾经想过，可是就是等一下，人家只是觉得我们很老啊，讲退休就还没有很老啦。就是说会想到这个问题，可是我愿不愿意回去？我知道那边天气好，然后譬如说房子便宜或干嘛。对，可是以我可能已经住过了，那我一直都是那种。扶贫的心态，我就觉得我就是一直飘到不同的地方，飘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现在飘来雪梨，我就觉得我也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永远要住的地方。真的吗？你会想要跑吗？我会想，我去哪？你想去哪？总是想跑，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都很希望说，哎、欸，你去新加坡，你去欧洲，哦，真的哦，你喜欢那一种？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去。可是因为现在真的有孩子，没办法了，孩子需要 settle 在一个地方。如果那我你现在 IT 像他现在的工作，还有机会外派吗？通常人家都派比较年轻的吧？是他可以，但是他不愿意，因为我们的家庭在这里。对对对，就是说小孩子要念书，其实他一路来都很多机会可以外派，可是以前他的工作是到处飞、到处跑，因为那时候没有孩子，对对对，我就跟着他到处这样到处去，还蛮爽的，对对对对。可是真的有孩子，真的还是不行，可能离开了自己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反正我到外面来，我也没有家人，我也没有什么，对对对，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一定要怎么样，就是说我到处去多看一些地方，起码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因为以前都一直觉得说我一定要回台湾，就是我来这边只是。暂时的只是譬如说我来玩个十年我来怎么样，对对对，我可是因为现在孩子都在这里长大，所以就不会这么想，就把这里当家了，而且他们现在慢慢大都快要变 teenager， 对对对， 就必须要 settle， 他们还 settle 得蛮不错，他们应该蛮喜欢这里吧，他们应该喜欢，他们也很喜欢台湾，因为很少回去嘛、就是、你多久回去一次啊？你没有一年回去没？没有没有没有，大概两年，希望能够两年回去，对、哦、但是我们也经常在澳洲 road trip 这样，就是我都会觉得说在我住在这里的时候赶快把这里玩一玩看一看，将来也许我搬去其他地方或我回台湾，所以你还是有想说我再来的五年十年我可能要去哪里，因为我们的家人没有在这里，对，你就觉得说反正我们到哪都一样，我们就自己而已嘛，嗯，对对，当然在这里很多好朋友啦，只是说心情一直这样，不过后来因为孩子在这里了，所以真的有比较 settle 了，就觉得说啊这可能就是我要住，那你告诉我们你的 typical 一天、嗯、好不好？以前还没孩子的时候一直很想生孩子，对，所以以前都一直在想办法生孩子，哦，那、啊、这个很无聊吧，有没有趣的东西，对，跟说 typical 一天，可是因为还没孩子之前我还在念书嘛，所以就是说、哦、那时候在念什么，那时候我在大学念那个 education， 哦对哦，但是所以那就是变成说只有在念书，念书想生来，那这样也不好玩啊，对，不好，可是就是说就是我觉得最不一样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先刚接了雪梨这个工作，对对对，然后他我们虽然住在这里，可是他可能每个礼拜都飞坎培拉、啊、飞墨尔本啊、飞达尔文啊，到处去，我只要一有机会、嗯、我就跟着飞，所以蛮好玩的、啊、我只要买自己的机票就好了嘛，因为反正他住宿什么都有，对对 对, 對，那蛮好玩的、就是、那一段时间还就是年轻的 couple， 然后就是也没有孩子的压力，然后就觉得吃吃喝喝玩蛮不一样的一段时间，对，那如果讲现在好吧，我们要讲那个已经好久以前了，别说了、啊、现在真的非常宅，因为除了小孩的 routine 就是小孩的 routine， 每天呢几乎差不多我在五点半到六点，或者有时候 lazy 一点六点半之前一定要起来，因为我小孩要起床，嗯，然后他们六点半六点四十五开始练琴，哦，对，他们有 routine， 对、啊、对，我先跟大家讲，如果你想知道他的小孩子，他们两个都做了 podcast， 在英文的，在 Darling What Did You Say podcast 里面，你找 AllisonAge 10还有 Michaela age 9，那就是他两个小孩，他们两个 very well spoken kids， 你可以听他们讲的一天，你就知道 Vicky 的 perspective 跟他们的 perspective 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听完你就会知道我的意思，好，换你讲你的 perspective， 早上练习、那个、早上因为 Allison talk about it too， 对，他们早上他们的 routine 他们就开始，因为已经很多年下来他们都知道他要做什么事，对，那我的事情就是我都一起床没有刷牙洗脸，我就开始先在我的厨房先弄他们的早餐，准备他们的 lunch box， 为什么？因为小孩澳洲的小孩午餐在学校都随便吃吃，对，他们一面玩都乱吃一通， 对, 對，所以我们、就是、而且也没有什么微波炉，我就是重视早餐跟重视晚餐，只是一个礼拜至少有两天要去买个菜或干，对对对，但是因为现在孩子渐渐大，事情很多，所以我改变我的作战方式，就是我不专程去买菜，我都是去到哪里买哪里，嗯嗯嗯，我就不要专程去 shopping center 晃，因为我们女生也很容易去就这晃一下，那里晃一下，耗完已经中午过后回到家，一大堆东西没又要去就要接小孩。对，其实澳洲两点半差不多人家出门了，对 对, 对, 对，我后来两点半就要出门、啊，所以我现在的作战方式就是，譬如说我今天要去学校接小孩，那我学校附近有什么商店？嗯，也许是比较小，稍微贵一点点，没有关系，我就是今天买少一点。
那下课以后嘞，接完以后嘞，对，下课以后每天还是有不一样活动，所以我的事情一定要两点半之前全部 finish， 然后所以你算是检测司机的意思，对 ，Uber 不用钱的，还不用钱的，对，看今天是哪一个小孩哪个事情 ，school term 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去哪里玩，嗯嗯，因为你们的 commitment 很多，你们要比赛，你们要譬如说考试，你们练琴，对对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多。好，我们现在就是目标就是每一年可以譬如说两个 trip， 譬如说看什么时候。年底一定是可以带他们出去玩，对，就是说出国去的，对，嗯，或者说在澳洲，在澳洲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嗯，對，所以你们不要再期待每个 weekend 都要出去玩，不可能，嗯，我一定让他们周末尽量把下个礼拜需要功课一次做完，对，因为这样子下礼拜的一二三四五我们才会轻松一点，对对对，因为八点半上床再拖一下就九点，对，就很晚，那你都几点睡觉？我跟我现在都非常晚，因为没有孩子的时候是非常晚，是，欸，为什么所有的妈都这么说？非常晚是几点？有超过十二吗？有时候会十一十二都正常，那你都在干嘛嘞？就是耍废啊，就是废在那里，什么都不想动啊。所有的妈妈都这么说，欸，他们说是自己的 me time 的时候，他们就，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你 me time 没干嘛，追剧啊，然后追剧追剧追剧，对，然后就是摊在那里不想追剧啊，摊在那里不想动啊，就看一些玩手机啊，乱七八。然后玩，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小孩去睡后，我们可能都开始 search 他们的，譬如说他们的一些 piece 啊，帮他们找音乐啊，嗯，帮他们找 video 看。所以那也不是耍废啦。哦，这但是这不是每天，只是说这也是其中一个事情，就是说等他们睡了，我们才可以处理这些事情。有小孩的生活真的就是这样。那我问你哦，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有那五年、十年看到有大概 plan 他想要干嘛。我是现在是没有啦，是不会想说五年、十年，嗯。那你有这种有想过说我大概五年、十年要做些什么事，要干嘛、要干嘛，有这种吗？你会这样子的人吗？还是不大会？我的目标是希望十年后，我女儿已经二十岁了。好可怕，好快！我可以，我跟我先生可以自己住，然后他们自己住，哦，就是说我希望那时候他们已经独立到可以什么都自己了，对，照顾自己。然后，因为我相信，在十年的训练，他如果已经锁定他的目标，他会知道他该做什么事。所以，那你们想要他们出去的时间还蛮早，跟外国人一样。好。对，跟外国一样，欸，就是说可能住在同一个 city， 可是譬如说 weekend， 我常常都跟他说我老了想去住 Narrabeen， 对，因为那边有一个湖。为什么你会想要，除非你们两个想要做什么伟大的事吗？没有没有没有，就觉得说还是可以看到孩子，可是不想他黏着我们，对，但是就是要带孩子去啊。哦，说的也是，那不一样。那你喜欢您二老去就好是吧？不是，就是我老了可以去。我反而觉得二老去超无聊。买一个两房公寓，哦，或者就住在湖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早上去运动一下，下午去走路一下，或骑车或干嘛。像我现在是跑步的人。你以前喜欢唱歌，弄很多比赛什么什么，你还是会继续，就是还是做这些。你说我自己还是他们？你会照顾你自己的事情，不是只有如果我还能唱啊？对啊，你还要教我那么久？哎、欸，你可不可以再唱一首哈？要不然是两首，我看我们讲对三十一对，我通常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还蛮多东西可以剪掉，嗯，然后所以我们就留比较有趣的东西。啊，你要我唱？你唱最喜欢放歌是什么？割爱啦，割爱啦，对对了，这首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好，这个好，这你记得吗？对，我跟你讲，我们大家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是没有 rehearse 的，就是看到就是 side reading， 看到就 sing， 所以 like it's very raw， which is good。还要把麦克风拿到边，真的很阳春哎、欸。总是听你说，他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和一颗温暖的心，你为他深深吸引，我看在眼里，你的爱不用说也能猜，我只是没说出来，我对你还是难以释怀。你的爱像火，像我蔓延。唱不出来，前面麦克风拿起。OK， 你的爱像火。OK。他在你的心中没人能代替，你说没有方法说服自己轻易离开，你的爱像火加速蔓延，却不能燃烧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选择是让步，悄悄地割爱。
你都会、啊、老的我都会哦，你好厉害啊我们两个什么时候去来合唱一下？去 KTV 吗？对，你最喜欢 KTV。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野草味道，几种成被爱的味道。赞哦，我拍手一下。这个我觉得唱得挺不错的，对对对对对。你有什么东西要跟听众朋友讲讲吗？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有什么 advice？ 我就算是小孩子，我也说来，我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the audience， you want to conclude this 或什么？如果是 focus 在譬如说这个地方，或者说譬如说我们在这里住的经验或干嘛，都可以。对，我真的觉得雪梨是一个。很值得来的地方，不管你是来玩，或者说你有时间可以来待一段时间、嗯，真的，我心里是个好地方，真的。但是我必须说，这也是一个 competitive 的地方。是，就是说，以教育来讲，我现在可以理解，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竞争，就像在台北非常竞争，真的，对对对，这边小孩子任何国家工作也是啊，工作也非常的竞争，因为我也不喜欢让人家觉得说哦，很棒，学历很棒了 ，everything is very rosy、嗯。其实也是有它很。difficult 很辛苦的地方，是要生存不容易，不容易。这不是个好生存的地方。尤其我真的觉得说，对亚洲人来讲，我们一路他也是个那个叫什么 ？A very expensive city， 对对对对 ，one of very expensive， 对对对对。World, 可是我就说，我是以在这边生活的心情，就觉得我经常，譬如说带孩子去哪里上课，我在那边等他，不管哪一个角落，我都很感恩跟感激我住在这里。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美的城市，很好很好。对，對然后带孩子在 city 或者在 suburb 还任何的公园，我都觉得还是感谢，就觉得说哇，这里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所以你会暂时会待一阵子，我就休。虽然你想跑，我想跑，现在就跑不了。我其实很想跑，all the time 我都想跑，可是现在就因为孩子没跑不了。可是我在说，不管我以后要不要在这里常住，或者说。或者说我退休在这里，还是我去其他地方？我觉得这里都会是我觉得我一辈子就是好忘不了的地方。哦，真的吗？真的哦，赞哦，这样非常的感人哦。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真的。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 and welcome to Sydney. Welcome to Sydney. So if you have any reviews, please leave a 5-star review on our podcast,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week. Bye la, by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Sydney's podcast. 谢谢大家 ，see you next week.